你们看到了，你们看到了他们的美，他们的良善，他们的善良，你们也看到了耶稣基督。在路上，你们看到那些可怜的人，而起了怜悯的心，你们也看到了耶稣基督。所以耶稣基督已经在我们中间了，只要我们用一个爱的心来看看你们周遭的每一个人，你们又看到了耶稣基督。而你们有一个爱的眼光看别人的时候，别人也看到你们是耶稣基督。所以让我们每一个人勉励我们自己，在嘉陵期这四周的时间里面，做准备的时间里面，迎接耶稣基督的诞生时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爱的眼光，培养我们的爱的眼光，来看看别人，也看看我们自己。所以愿天主保佑大家，然后再次祝福各位能够在这个嘉陵期里面有慢慢的收获，有很大的收获，有天主更大的恩宠，天主的爱给你们。好，愿天主降福各位。好，谢谢。谢谢夏牧为我们的祝福与鼓励。接下来我们欢迎本校合唱团为我们带来圣歌献唱《Night of Silence》，请掌声欢迎。要带来的歌曲是 I Love, I Like, I Share， 请掌声欢迎。
师长及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我想有些同学哈，或者小朋友是第一次参加圣诞节的活动。那圣诞节对我们教会学校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，包括今年我们圣诞节我们都放假。那圣诞节呢，它是一个感恩跟祝福的日子，所以呢，过去的一年。不管我们有多忙碌，过去的一年也许有一些的不顺利，都已经成为过去。那新的一年，圣诞节过了，就是新的一年的来临。那我想借由今天所点燃的一盏明灯，这一盏明灯呢，照亮了我们每一位师生的心。也温暖了我们每一位师生的心。那在新的一年，在此祝福每一位与会的来宾，还有师长、同学，新的一年能够事事顺利，马到成功。谢谢。谢谢副校长的祝福。祈福祷词，请何文良神父为我们进行祈福祷词。Thank you.